哇，好看，好看吧？嗯，开帅了。老板，哎，你这里有啥好吃的不？啊，有，蟹团行吗？你会做吗？会做。怕你做不好吃。这个见过吗？这不就泥鳅吗？这大泥鳅。大泥鳅。叫蟹团。就叫蟹团。啊，蟹团。五花叫蟹团。啊，这边叫泥鳅。叫泥鳅，恁家泥鳅弄团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你怎么弄？红烧还是爆炒？怎么好吃怎么做？哎，好，来吧，小伙子，你找我就找对了。哎，我这个，我眼睛酷吧？太酷了，太酷了，喜欢是吧？喜欢。给你做个爆炒的。好，连吧，连吧。好，小伙子，咱做个爆炒的吧。啊，爆炒是蟹团。做饭之前咱得先洗洗手。啊，洗手。你把手洗洗。啊，先洗洗手啊。蟹团，我们这边叫蟹团，我不知道你们那叫什么。哎呦，这活嘞，嘿，那就活。哎，老板，啊，你会围着汉啊？这个汉鱼你不用点热水去它身上粘液吗？不用。炸了，这个不用哈。原汁原味儿好吃。原汁原味好吃。啊对。那你这么说，人家炒吃那个炖鱼鳞怎么吃的？人家炖鱼鳞是独特的做法，我独特的是菜系。小伙子，给你加点四碗油。哎，炒菜不放姜，什么菜都炒不香。放点姜，大火锅。哎，是不是声音有点小啊？哎，把这个麦我用用啊，用你这个麦啊。哎，老板。啊。上面是美女。是你媳妇儿啊？不是啊。啊，那啥。哎，多次拒绝，我的追求者拒绝好几回了。哦，你的那个追求者。哎，对，拒绝 N 次。哎，对，啊，把姜。小姐姐，你对他有啥不死心啊？他炒菜香。啊，炒菜香。哎，炒菜香是因为他多放姜。啊。他想学我手艺，不能教给他。谢谢。嗯，来。再把这个蟹串放进去啊，蟹串，哎，把蟹串放进去。现在这个蟹串贵呀、啊，我买这个是野生的。卖这个鳝鱼的老板没有一个说自己的鳝鱼不是野生的。哈哈，加点上提提色啊，让那个颜色更好看。哎呦，好看吧？哎，不光好看还好吃。这怎么弄呢？我戴着眼镜看不清了啊。夹这个夹多夹少看不清了，我啊带那个不带了，大爷给你吧，啊不带了，带看不清了，不是我的啊，不是你的啊，哪个我都看不清了，做成这种色就差不多了，这是加入小料，加入这个大葱提提味儿，哎稍微再加点辣椒，这个菜做起来很快哈，这么一翻炒。看到没？也不需要过多的调料，哎，再加点这个，哎，盐哈，不要多哈，加那么五六粒就行了啊。加点盐，因为这个盐是粗盐啊。再加点这个老陈醋，老陈醋作用是去腥。哎呦，这盖儿一下开大了。哎，加点醋去腥。哎呀，漂亮！这加瓶啤酒啊！你高跟鞋呢？没穿吗？没穿。没穿，好，没穿好办。哎呦，怎么你捂嘴干啥？嘴有味儿啊！加一点点就行啊，加点山泉水，哎，让它味道更好。哎呀，哎，真热哈，这天一脸的汗。哎呀，哎，你看你这也有汗，我给你擦擦来。哎呀呀，你看都汗。哎呀，好嘞，再加点味精，加点味精，香油什么香油？香油最后加。啊，加点味精，一点点啊，只需要一点点，哎，就够了。加多了不好啊，加多了掉头发啊。好了，小伙子，去过了，给你套个袋啊。
穿你穿那怪板正，扣个带啊，扣个带卫生。好了，小伙子啊，就出锅了是吧？出锅了，还差最后一步。嗯。哎，咱俩关系这么好。嗯。再给你加点香油。我没有多余的钱给你啊。啊，香油不要钱。嗯，不要是吧？哎，香油不要钱。哎，加点香油。哎。哎哎。啊。有点傻了，节约不要浪费，知道吗？老板，咱干的高低是卫生买卖。那肯定的。来，好嘞。怎么样？多少钱一份啊？10块钱一份。怎么那么便宜啊？因为他善呀。第一口给你。我不吃。啊？我不吃。怎么弄呢？他干啥不吃啥是吧？啊？干啥不吃啥？来来，尝尝。哎，老板。啊？你给我做的鳝鱼，你在干嘛？啊我尝尝味儿好不好？我还一棒子整个手机。哎呦，这味儿真好！哎呦，